我的天哪，我都忘了，去哪穿了不穿了，知道了，俺也没看到七点五，我操，我家死不了，我操，这一天天的，死了呀，生哪去了？哦，这儿了，以后十二点以前必须睡觉，这生老子每天知道了，我操，公交卡你在哪里？快出来，以后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哎呀，对，冲呀，我操，猫都跑掉了，几点了？操，升级，他有 Siri。然后发可又忘了充电了，这才老的，啥时候能发明出自动充电手机就好了。操 ，Q 照忘了，这一枪啥时候能结束？烦死了！不是吧 ，Q 照用完了？这好无用，今天肯定是迟到了。同学，垃圾桶有一个转天用过，那就这么来吧。刚刚还写刚刚了，哼，笑话。下辈子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当老板，到十点钟才起床那种老板。我操，卫生间当还没关，都是钱呐，上下的就是账下的，就叫浪费，从我做起，光要正能量，老铁，六没毛病。我家伙，我是不是太绝了？我今天奢侈一把，我就把门打开，能咋样？这叫自知死地而后生，破釜沉舟教育行。我爱上他人上桃花，干脆上些吃。我操，这说点什么？算了，还是关掉吧，毕竟我是个正能量的博主呀。雷打张小子财富很强人，我还是太善了，不够很强呀。可能这就是命吧，注定发不了大财。完蛋，这回迟到了。